就当惊苦，结苦又奈何？做事劝人着做好，苦如咱前途。用真心有缘人来度，哎呦，救将脱阎罗，救将脱阎罗。点团师傅，点点歌，助心助心。来，会晓人举手讲一下。修助心助心，修德修心。好，良心。来，来来。良心，修德修良心。在五教，五教，所有耶稣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儒教、佛教。伊所帮咱找的迄个叫做源头，中名佛陀第一名，迄个叫做啥物？迄个叫做西方，叫做世界。伊佛教叫做佛，伊基督教叫做上帝。生命的归依处，咱就是伫遐来，咱对道
也还刀尔，刀是不休不休，刀是不休不休，刀是伊个刀光灼灼的，叫做清清的发生物。那安尼咱大家哦，伊刀生天生地生万物，搁予咱食，伊毋是干生咱尔，搁饲咱哦。咱大家讲哦，伊爱对伊的爸爸妈妈友好，哦。咱安那大汉的，咱是爸爸妈妈甲咱饲大汉，咱大当大汉啦，敢毋是？但是背后你有甲想着无？你着搁甲推广去。爸爸妈妈是啥物人生？爸爸妈妈嘛是天甲地生的养的，吼、哦。若天无日头的照耀，若地无生万物的物件来互咱食，爸爸妈妈会活的，会活着无？所以咱爱推一直推源头去啊，对无？所以咱今仔来求着道，将着天文事业，尤其是咱一贯道，哦，咱知影讲，相信在座诸位，要求道的人请举手，都有求道啊嘛吼。啊，咱知影你的道安怎来托？咱的灵魂灵性就是道生予咱的，咱这位所食的物件。嘛是多数予咱食，在座咱诸位坐二家，嘛是大多拥抱我们。咱嘛有想着无？进什么人了？你输空气。咱进人伊输空气哦，毋免三分钟变安那，变安那，是毋是？咱进人无输空气，毋免五分钟发生啥物？迄、那个太平间有咱个分量。爱听有无？迄个叫做大道的作用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爱知影道，咱道的源头是安怎来？所以你要修道，当然惊艰苦。咱若修道惊艰苦，是拄只咱咧主讲师讲，伊坐半暝十二点呢，咱咪讲咧上一好合啊，好坐坐半暝啊，两点啊，两点坐去到底，坐到泰国拄好天光啦。哦。咧拍片咧。因为规条的心，因为规条的心情呀，坐起落什么享受的呀？啊，享受的就是爱那分离机，人无爱坐，那叫做直立啊，直立咱听有无？就是讲，本来是十点，但一直来拖拖到半暝两点，大家开开到泰国。妈妈今仔有来吃姜米哈，咱看到泰国，你到泰国因为。迄个食的人嘛艰苦呢，透早四五点就安尼做呢，你看半暝拢爱安尼做呢，你但拄好康呢，哇，感冒、倒塞、骨痛，啊要安怎？气管，啊气管要安怎？气管为坐俗仔的无人机啊，为着要省钱啊，坐俗仔的无人机啊，无配人家。哦哦。你看知影偌艰苦，唔过等来安那，嘛是。因为咱知影，咱若是要来了道行道，咱若是要来怎找回咱本来的归处。因为咱大家兄弟姊妹，咱拢就是从西方来，来到这个寒江，咱才叫做寒江。来到这个世界，咱爱在从这倒，等来到这变作归归。安尼听好无？咱今仔修道就是要归归，像咱从前的这，你拢对下下来。对满岛来，对中营来，他先吃饭饱肚，你听了，你是不是爱去回到你的源头迄个家？这叫做凡间的家啦。那咱的灵魂呢？咱的灵性，有灵性的源头，有灵性的家，爱听好无？我们找到家怎样？安心了啦，对不？找到家是安心的，所以才甲你讲，这道。叫做生命的核心，叫做心灵的归处，叫做万物的实相，万物的生命的总源头。安尼，咱就有了解无？你免讲啥哦。万物的总源头，这空气不是干咱的，咱的人的权利在去填了。植物嘛爱吸空气呢，对不对？动物嘛是爱吸空气呢，伊去只狗了嘛是爱吸空气。所以道就是咱生命的总源头。虽然
咱拢有道天地甲咱所生，阿嘛天地甲咱所用，咱人无咧烦恼。天人讲，毋是讲咱去做竞争，咱拄则有看足侪个前面者讲，哦，啊我即粒种子甲沉落，甲掂落，我著甲来用油啊落来甲摕，油啊落来甲灰土落来甲草草落来甲啥物施肥。如果若上天搁予伊偌好用啊吼，一斤几啊万了啊，讲几啊万，几啊万。如果若上天毋甲你作用啦，上天毋甲你作用，我听讲今年个啥，今年个所有个啥，迄落油啊，营养所有个拢万花，啊万花就个呐生产，是毋是安尼？若安尼，是咱农夫咧搞，还是上天咧搞？上天哦，鼓动一下啦！上天，是都有在搞吗？我爱客厅吃饭啊，这叫做客厅吃饭啊。所以呢，人甲恁讲，道就是咱，也是在咱对西方这个世界的国家中，啊，就是咱以后目睭起的迄个要倒转的迄个下归处，迄个叫做道啦，哦，迄个就是咱。来受兵书一纸，咱有求着三宝啊嘛吼，收着兵书一纸，要予咱倒转个故家乡啦吼。所以人甲咱讲，你人生对对来，拢无重要。相信安尼，咱敢知咱对对来啊？咱喊一声，迄个道，即俗语咧讲叫做道，来伊咱讲个讲叫做灵魂吼，咱个灵魂。咱的灵魂，爸爸妈妈父亲无去所结的，迄、那个囡仔来我也好，迄、那个叫做一代是我一代会当成人，吼、哦，安尼敢听有？啊，伊若成人了后呢，迄、那个咱就是对遐啦，啊，就对来，就是对受书一字，咱受着名书啊，所以咱也一贯无差异，啥物所在？差异名书一字。都毋是拢咱伫管道个呢，安尼听好无？袂使安界限，袂使画框框，讲所有宗教我伫管道上好。那安尼毋对呢？那安尼毋对啦。咱伫管道是第啥物？叫做大明书。咱个最高画分一支是大明书。伊对咱老爷爷拄只讲说讲讲，咱老爷爷都是已经求了三世。已经欠了弥高甲回向的，做出恭敬回向的，上天的呐，咱到有姻缘来求这个大德。啊，这个大德，咱来喊一声，就是对咱的天官桥那边的意义，安尼听哦。但是呢，咱以后百岁以后，人讲，咱修行修道，就是为着百岁以后，咱目睭开的一点，咱目睭开的迄阵，咱到底你的当下。你的心藏在什么所在？你的心若藏在咱的，你的志向、你的方向，若藏在咱的先天福德，咱就离咱的正门出。就咱是以后是离正门出去哦。但是你，咱若无求着道，咱会对咱的你在世所有的什么啦？所有你所做的因果，所有的功德，看你爱走对对是倒去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甲你讲讲。咱人生，你唔知影你对对来袂要紧，但是咱袂使目睭提起，咱袂使唔知影要去对。啊，咱作为前天者，咱敢知影讲以后百岁以后，咱要对对来去啊？敢知啦？在在产品数据。大先生对家己有信心吗？在。在无？在。咱爱对咱原地条路，咱对西方以来，咱爱去个倒转来到遮。唔茫半中尔，大只是二咯，大只白，爱听无？哦。半中若是二度做阿白，所以你才甲知影讲，咱若是二度白，像咱，比如讲，咱确实若比班，咱若要转到你个厝，我到底是要行对迄条，还是要行对迄条，还是要行上北，还是要行着南？那安尼就烦恼啊咧。咱毋知人倒转去，咱去归位啦，安尼爱烦恼安尼吼。所以甲伊讲，咱人甲伊讲天地
不一幽灵，人无一德，可怖天，有无？嗯，天机蛮不的。你啊看，咱所食、所穿的、所有的爱出去，什么所在？从天主。行车、行食、行空气，拢是天地好啦。天地好嘛？不是我搞，不是迄个生意人搞的。若无天地的付出，迄天地的成就，伊个在恁是得了来看。哦，人讲空气，人讲讲，你而且，咱大知影讲，咱要找的这条路，这条道啦，是要安怎行哦？啊，所以咱来到人生这段，咱爱坚持、拍拼，唔惊艰苦，安怎拍拼？无遐个吼，我一天吼，拄啊今仔到台湾，妈妈在透早四点来，搁去到大陆啦。带给你，因为晋江买一间房，爱定居好客的名，哦，有够啊！伊急急急急急，爱赶紧过，无人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，迄、那个地主吼，无要等人啊，去香港。啊咧，已经等了十点外，十点外到中午十二点外，透早四点来，搁出门啊。嗯。诶，若是讲，若是因道尽、逆尽、天命尽，当然输掉了。但是咱搁较想着看啊，咱这粒分，咱这一颗种子，一颗我歹势吼，这颗果诶，果。咱这粒种子，这粒种子看你要甲放倒来，这粒种子你若甲地咧，这粒种子会发芽未？未。未吼，这粒种子若甲地里，甲地啊，甲地啊会发芽未？未。这粒种子你若甲放伫这个大衣上，伊会发芽。这粒种子伊若甲放伫土里，会吼。但是放伫土里，要安怎像咱种植物只，要安怎甲施肥，要安怎甲培育，要安怎甲用啥方疗药，一定发芽哇。带生虫个，带生牛啊，带生药个嘛，敢是安尼吼？所以一粒种子你爱放好着，无法去甲讲，甲一个应材哦。甲这个应材，咱不仅甲你头破皮啦，咱也要请不一个足简单。这个应材就好，足爱食个。但是呢，偏偏应材哦，同款拢无法达到什么。偏偏应材，但是无共人差，我安那，无共口味，无共水准，无共品格，无共怎样，无人讲。会炒的，一盘出大盘，万一见。为啥客一寡，只要我食袂了，吼、哦，啥物原因？偏偏应菜，吼、哦，咱来咧讲，偏偏一条分经济，咱要安怎甲开发？咱要安怎去甲施肥？咱要安怎用？所以，修道人唔通惊艰苦，吃苦唔来，吼、哦，注意一点只，你为咱去这个大道，会当来到后面得着咱，三个心嘛，能够来点赞。已经到九点来个，地方天明天光化化，以后百分之九等于个是着四十着得分的安尼。即九二九得着哩，迄个，我做面头前就讲这个啦。这会使讲体验嘞，这会使讲观察嘞。好，咱哩我做面头前，已经把恁亲人遐年纪嘛，恁拢会当当伊阿妹，对家己有信心。嗯。会当当伊阿妹。嘿嘿。嘿嘿，但是下边阿妈拄只讲说过，讲你的心内装啥物？你这个框框，你这个框框，一个在说咱的心内，你内面装啥物？有装挑亲戚慢，有装脾气毛病无？这爱改，真爱改。咱的自信是千金本体，咱的自信是要长出来，唔过。咱的自信是圆满，咱的自信是完整的，但是予咱人难变啦，哦，所以咱大道的需要啦吼，好，上重要无法骨头前骨无卡，明白的来研究道道，究竟咱知道是啥物，那安尼是足无差的啦吼，所以咱的时间爱用着了啥物所在，爱用着对了吼，所以咱来人生这段期间，拢甲会晓积极拍拼来。一天，好好快啦吼，好好爽快啦吼，后尾。
今日伊想要点钟，搁来找别项代志，来到两点钟、四点钟嘛好，真多啦，吼，咱莫讲真多，迄个江苏啦，叫阮来去遐食早餐。迄个江苏，迄个龚先生、龚老师啊，龚老师伊讲吼，伊三四点钟嘛伊哦，大家讲伊会了。好好。安好。真这个时代，还够有人在做十点钟。哦。伊讲伊要四点钟了。安好，安是。我讲龚老师，迄个厝都拢咧趁钱啊！你感觉，感觉做到好遐忝，但是好加在呢。人伊做二十点钟所接来，人伊知影人得成功得了完，伊要肯定伊家己的身上。那肯定伊家己的身上，去到尾用四百五万块。我一世人遮辛苦，我一世人遮遮济，我到尾遮摕不倒转，还是唔少。即个贾博士讲一句话，贾博士啊，贾博士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啥？迄贾博士咱知吼，迄个 iPhone 迄个，迄个 iPhone 迄个贾博士伊讲一句啥物啊？伊讲吼，伊迄阵生着腰椎癌，迄腰椎癌足艰苦，咱知影。伊讲吼。伊伫病院进进出出，还有笑。伊讲面对我死亡的时阵，我毋是想我 iPhone， 我毋是咧想我的 iPhone 有卖了偌济，有卖了偌好，我设计了到偌成功，我的产品发表了有偌济风光，我有赚偌济。伫迄个时阵哦，伊这物件拢毋是伊考虑的范围内，是安怎解安尼？我听伊讲吼，伊一千块拿伫面底，含分段去甲压咧甲扣落去哦。伊一分钟伊的所生产的钱，讲比国的财产哦。是听安尼讲个，伊过到尾了看，又精英对照哦，吼，伊有写这个物件。伊讲这个时阵对我真的目前面对，我唔知要去对，我唔知影。伊讲这句话，这伊写出来啊。伊讲吼，我真遮个钱，我个产品，我真个 iPhone 吼，像咱客迄落朋克个，真一秒钟赚偌济钱，对我真买目睭买客个拢无法。伊为虾米原因？我目睭买客到底我是也叫做 A 栋，叫做乌栋，对袂？咱人个世人，人讲二十万外年，咱个。轮流来教七十万多年，来出世做到这的时阵，拄好当呢。拄好恁本身吼，伊、是杨佩珍啦，啊，伊是嘞，到这拄好当呢。伊咱一世人做短暂的呢，但是以后目睭起，咱以后这叫做啥？足长的，遐有够长的。咱若要去对，咱唔知呢，所以咱要修道。咱咧想到，就是要我知影讲，咱以后要伫倒去行，迄个光明路，安尼知无？所以伊才讲一句，伊讲吼，伊才讲我投资一世人，会使我赚遮侪钱，但是我用不上场，吼、哦。啊，佫有一个呢，伊讲用不上场，就是伊毋知影要去倒位伫倒去。佫有一个德雷莎修女，咱知影德雷莎修女请眼睛，哦，拢知吼。德雷莎修女，伊有写一个日记。叫伊朋友看出来，德雷莎修女就是咱印度的母亲，伊做足济善事嘞，迄个拢科学都不如。因为伊做啥物善事？因为善事是得益于啥？因果老的，伊袂当解脱掉伊的出世法。所以呢，伊甲迄个人要死去的人，拄好要死去的人去甲转来伊的。有当个伊个迄个炊事之家，甲照顾，哦，甲洗身躯，甲用啥是咱真安尼，咱真哦，咱真一挂老婆婿来咱分担的哦，来吃，哦，咱一日吃煮好吃，哦，好啦，好吃，大家甲照顾，是占着天分输着，所以呢，用完安尼了后呢，伊讲我善事做到遮济，我一生当中拢付出哩义工，但是呢。等到我目睭要过哦，等到我目睭真要起落一点，这个时阵呢，伊无
风无忧，这是德蕾莎修女写出来的，就是这样。咱有比德蕾莎较有好无？有无？有吼，因为咱知影讲，咱以后会去处的，所以咱求道的好处就是这吼。所以甲咱讲，讲求道的好处就是讲，咱修道，咱修道就是希望。会当倒去到咱的国家乡，所以咱每一工拢接的就是正能量。咱每一工所做的工作，就是咧养咱的心、养心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咧，咱有一句话来讲，一贯的吾老吾之老，以及人之老的特色，吼、哦。这是咱的老前辈来讲一句话，讲一贯的，这来讲讲比较好讲啦。一贯道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特色，因为老年人需要他，有无？像咱今年做一件人家在真不老，拢受着咱的天文数据，受着今年只过去去享用的，把道的传承来加只起一点爱上的学堂，咱这几位今年只。来受着咱的天道的庇佑，你刚看我刚看见政府做着做样来遮搞，把遐老菩萨加头毛，迄义务的哦，那是义务的，是啊，到甲你收钱，无吼、嗯，是不是？所以咱的老菩萨喜欢我们的宽大，喜欢咱会当去甲照，还是希望咱会当去照顾别人，还佫更加好。哎呦，咱在食老，咱无法当照顾，咱就爱互相照顾吼。所以你才甲讲讲，因为老年人需要他，一贯道有幼儿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，因为少年需要他。你看，咱今天管哦，咱今天管四人，有青少年啦，这个青少年多好哩，这个叛逆时期，又有咱的一贯道五分阶层。教育了，一贯道道的思想来，予咱的兄弟姊妹提出伊的真心来咧做牺牲。哇，这多好！我看后面那一个，两个人天天玻璃之间，一贯道不分房间就在那边上课，不分种子，因为全人类都需要它，有无？咱家大家都跟他见面，好哈。去泰国，遐较乌啊种的；去到新加坡，遐较白啊种的；去到新加坡，遐干妈来，遐嘛无人求道，嘛无可能。所以咱一贯都有这特色，无分种派，无分肤色，无分种迄落种子，拢会当来了解到咱要回天。